果我的垃圾桶会说话。一号车发射，二号车发射，发射成功耶！妈咪，你要出门哦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我去百货公司看到大耳狗一番赏哎，我想要去抽。它的大奖是大耳狗垃圾桶，好可爱。那小奖是什么？毛巾。那你会抽到一条毛巾？那我抽三次。那三条毛巾？不会，我手气不错，好吗？不想出门。老婆，我要出门去买东西。爸比，我想要去百货公司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？好，走走走。耶！喂，地上东西没收干净呢。奖了，妈咪，你看我拿到这三个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咚咚咚，咚咚。蕾蕾，去把地上东西收一收。嗯，我好累哦，我刚回来，休息一下。不要再赖皮，去收一收。刚刚我们去抽一番赏的时候，蕾蕾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娃娃，说要买，我叫他不要买。对啊，他的娃娃太多只了。什么事？没事没事。啦啦啦啦啦！耶、yeah, ，我得到大奖了。你妈妈刚刚说你娃娃太多只，不能再买了。啊！你会说话？对呀，当别人需要时，我就会开口说话。太酷了！最近妈妈要带我出去玩，可是她都不告诉我去哪里，说要给我惊喜。你可以帮我打听一下去哪里吗？哦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哇，垃圾桶好可爱哦！你跟爸爸在聊天哦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老公，我跟你讲啊，昨天蕾蕾睡午觉的时候，她一边睡觉一边叫，一边跳舞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怎样？刚刚我妈有说什么吗？她说你睡午觉时……哦，被我抓到了！原来你的垃圾桶会跟你告状啊！以后不要再拿垃圾桶放我房间了 ，OK？ 蕾蕾，我要下楼拿东西哦。嘿嘿，没有了。
样你就发现不了了。一号车发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号车，哎呀！一号车发射。怎样？刚刚我妈妈有说什么吗？你有更变？你邪恶的啊！你有更变？